就是这次巴黎奥运会马上要开始了，我们在网上搜罗了好多粉丝朋友给我们提的建议，所以这次在奥运会期间，如果有从国内来巴黎旅游看奥运的朋友，如果需要打热水的话，可以来我们店里吧，我们专门弄了一个热水机，可以免费给你们蓄热水。如果在街上找不到厕所的话，也可以来我们这边免费使用。如果天气太热怕中暑的话，来我们店里免费吹空调。我们在餐厅楼上还专门弄了一片礼品区，到时候我们会有好多的中国的小国旗和加油助威的一些板子，只要是来巴黎给咱们中国奥运队加油助威的，可以来免费领取。中国奥运健儿加油，中国队加油！